小时候爸爸就是在板德，所以我大概认真算18岁开始入行，到现在目前有30几年的厨艺。我们这次和全家联名的新商品叫海鲜烘蛋烩饭，里面有大量的海鲜，很多的蔬菜，加上烘蛋，淋上特调的酱汁，可以呈现出美味可口的好味道哦。到台南来吃东乡台菜海味料理，在全家必吃海鲜烘蛋烩饭。